电是南科的台积电，原本这边只是一个工厂的厂房，不过台积电最近在这边把一旁的公园做一个大改造，设置了几米的装置艺术，让南科的厂房仿佛成了童话世界。台积电南科也能遇上几米小巧的空间，满满巧思，让原本简单的南科摇身成了童话世界。趁着假日出来看看，还蛮漂亮的啊，而且就还蛮近的，不用到北部去啊，蛮漂亮的。对啊，适合拍照。走一趟台南，一起体验装置艺术带来的视觉飨宴。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我们要想要知道员工最想要是什么。这问卷调查出来啊，超过一半以上都希望我们是找类似像吉米他的作品的那方面。他们认为，其实他们给我们的讯息很明确，他们也会有那种疗愈、放松的那种感觉，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就是他们要的。我觉得这个艺术不外乎生活了哈，所以他们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就会觉得是这是我们应该要给他的东西，也因此我们选择了这吉米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专案主题。